无线选秀真人 show《星梦传奇二》至今播出两集，其中16岁的任海晴就获网民激赞有冠军相，唱歌淡定之余人靓声甜，亦有机会挑战到国民初恋姚卓菲。佢在首集分组拜会导师，挑战了江海嘉和李克毅的一加一，有网民指这个版本比原唱更好听，成为比赛中的黑马。为何我都找不到，为何有无尽功夫的单数。经过首集深受网民的喜爱，声线稳定之余亦有感染力，更有网民指第一集入面他唱得最好，被获封为姚卓菲 2.0。 他先后坐拥歌唱8级及钢琴8级，曾经参加至少10项学界及校内歌唱比赛，并获得优异成绩。